那你们今天晚上要去李子地去住啊？我是担心你那野外不是有蛇，这么热的天。那你要注意安全哦，你那是蚊帐，又不是帐篷。有木板吗？不是铺在地上的吧？在树上，也用树架起来了吗？卖的怎么样？有没有爆单？你这个够吃米粉是啥意思啊？你要加油啊！你们不是在仓库里面直播吗？仓库怎么会晒太阳？播了几单了？播了几单了？加油啊！好，这把要你了，你。刚刚打电话给阿平，问他有没有收到那个帐篷，说收到了，他们晚上就去李子地住了。他现在在直播，看来还是蛮拼的，这天好热哦。我就担心他们去李子地会不会有那种蚕虫啊、和蚊虫啊。我得刷米，等一下再点那个泡椒，然后我早上晒了几个黄瓜，我把它腌起来。现在拿个篮子去摘一下这个泡椒。七彩椒，哇，好多红的嘞！像樱桃一样。像小樱桃一样，好漂亮一个。这一颗全部摘完了，那么多，一小半单，现在拿去洗一下，晒干，然后就用来泡。像这个还没长老，这些起来的全部都红了，挑那种红一点的出来，把那个籽留来做种子，明年种。先拿去洗一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姐。刚刚阿平打电话给我说，他看见有两根好大那种竹笋，让我拿刀去给他割回来。就在河边，好多的。在哪里呀？这里呀、啊。有吗？骗我的。走啊！我哪里知道？你不是看见有了吗？啊？
那里面有没有？那个里面。之前涨洪水都涨到这里来。对，那里有。有啊。那里。往那边再去那里。哦，那里有两个，看到了。看一下有没有蚊子哦。哇，这两根好大。有没有？两根。有没有？哎呦啊，有刺。哎呦。好大一根啊。有刺。手套。有没有？哇，这个蛮大的哦。还猜到。对。这种最多花蚊子的。这个下笋干肯定好哦，嫩呢哦。这个晒出来就有半斤。你来吧。我来就我来。哇，大一根，这么大的，出车洞，人家再修一个，直接放包包里面，后面还有一根好大，这里有根小的，不要了那边，嗯，不要了那边，哪里还有？哎呦，后面那里有一根呢，挂了我屁股了。我们每天把事情做完就去找竹笋，一天找一点。有朋友说要徐姐晒的竹笋干，这个要等一个星期才有的竹笋干了，很难找的。今天找了几根大的，好大的那种。这个叫什么笋呢？甜笋吗？嗯，好大的。走啦，装不下嘛那个包包。装不下，等一下包包都撑烂。今天又得了几根，这个好大一根了。